分。那这场比赛看起来第一节也不太顺，结果又出现失误，单场第七次，Manigo轻松的转换出分数来。非常多，毕竟在勇士队也待了三年了，输了。阿米要打志杰，这一次的给球，阴错阳差，好多球手上篮，是得分能量啊！这一次传球并不到位，就再来一发，还剩下三秒钟，林书伟在交底角，阿米猜到。13次的团队失误，前场有坏攻机会，林书伟收球了，把球摆进篮筐。今天桂宇其实守曼尼高守的蛮好的哦。外围看了一下篮圈，埋起对手，再来一个五万，个人是三分了。国王队篮板球，小心后面。哦，林书伟漂亮的运球，找到了杨志宇解决问题。今天敏哥遇到杰哥真的是吃瘪哦。嗯。今天杨志明进攻加持三分，阿木拿到球 ，N1，这个计算机绕过阿木横挡，双方打一个 pick and roll 配合，绕到篮底下，裁判响哨，计算加罚，林书伟跳出来了。凯杰，苏伟，地板给球，是单手背包，哇！来说非常的关键，苏伟持球，洪凯杰来对位他，林苏伟切入到禁区，插板。